眼前的男人为了能够早日出狱，他不仅甘愿到一所重刑监狱里面服刑，还准备跟一个变态连环杀手做朋友。而他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要从这名杀手的口中套出藏尸地点，并且只要锦鲤能够顺利完成任务，那么警方就会免除他剩余的所有刑期。可刚入狱的第一天，这里的混乱程度就超出了他的想象。只见一名囚犯用手捂着肚子，踉踉跄跄地走在路上，没走几步就瘫倒在地。可面对这种情况，周围的狱警却对此视而不见。锦鲤这时也发现，在这所监狱里没有任何规则可言。 甚至就连吃饭的时候也不能放松警惕，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你的身边就会发生一场暴乱。作为监狱里唯一的线人医生齐尔曼告诉他，这里每天都会有意外发生，而他把锦鲤安排在拉里隔壁的牢房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可以更好的完成任务。接着，齐尔曼告诉锦鲤，监狱里的每一个囚犯都患有精神疾病，为了避免引起拉里的怀疑，锦鲤必须要假装按时服药。这时，锦鲤询问齐尔曼，如果自己遇到危险该怎么联系他。听到这话的齐尔曼给了锦鲤一个电话号码。 告诉锦鲤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直接联系自己，而为了能尽快完成任务，从这里出去。这天，锦鲤在服药时刻意和拉里搭讪，不料拉里的戒备心极强，根本就没有搭理他。可想要尽快出狱的锦鲤怎么可能放弃？于是，在晚上用餐时，他再次主动接近拉里。Hey, I'm Jimmy, by the way. 不料拉里根本就不鸟锦鲤，甚至都不拿正眼看他一下。无奈，锦鲤只能另寻他法。然而，这天父亲的突然探访。 险些给吉米带来了灭顶之灾。看到父亲的到来，吉米十分惊讶。今天明明不是探访日，父亲怎么来了？听闻此话的父亲解释道：“他利用自己的警官特权获得了探视的机会，并且父亲还告诉吉米，他叮嘱了这里的狱警，让他看在自己同事警察的份上照顾一下吉米。”听到这，吉米表情瞬间发生了变化。 I'm not supposed to have a family. You just outed me as a cop's kid. 看到自己好心办了坏事，这时父亲也意识到自己把儿子坑惨了。Oh Jesus. 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，锦鲤只能冒险继续完成任务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锦鲤希望狱警能帮自己保守住这个秘密。听闻此话的狱警满口就答应了下来，并且还给他介绍了一位黑老大当靠山。只要锦鲤能够得到黑老大卡巴的信任，那么在这所监狱里也算有了保障。由于双方都属于意大利的后裔，锦鲤很快就得到了卡巴的赏识。可同样，锦鲤一旦背叛了卡巴，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将付出生命的代价。 殊不知，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被站在塔楼里的狱警看在眼里，而此时的吉米还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狱警为他设下的圈套。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，为了能够再次接近拉里，吉米跟着拉里一路来到了电视房，看着电视里播放的普法节目，吉米是一阵无语，但注意到拉里似乎很喜欢这档节目。一想到自己的任务，吉米也只好忍耐下来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名犯人昂首阔步直接就冲了进来。不顾现场众人的反应，上前一把就切换了频道。 看到男人如此凶神恶煞，拉里当场认怂。看到拉里那怂包的样子，锦鲤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。犹豫了片刻，锦鲤决定把握住这个机会。他径直走到电视前，换回了原来的频道。 You wanna change that back? No. My home. Right. Fucking now. 男人很快就被吉米打成了猪头，这时赶来的狱警赶紧将两人分开。随后将吉米直接丢进了禁闭室。进入禁闭室后，吉米快速平稳好自己的呼吸，看着手上的鲜血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果不其然，当吉米从禁闭室里出来后，拉里竟主动与他搭话，询问吉米为何要帮助自己。听闻此话的吉米微微一笑，告诉拉里自己可不是为了帮他出头。接着，吉米便主动向拉里伸出了手。面对吉米的示好，这次拉里也没再拒绝。 两人之间的关系在此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锦鲤趁机和拉里聊起了狱中的生活，可还没等两人说上几句话，之前帮助过锦鲤的狱警就找上门来了。You got something, Jimmy? 狱警示意锦鲤要单独聊聊。进入牢房后，狱警也不再掩饰自己的目的，张口就让锦鲤给自己弄点钱来耍耍。听闻此话的锦鲤一脸茫然，看到锦鲤蒙圈的样子，狱警解释道，自己已经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。 锦鲤隐瞒自己的身份来到这里，肯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狱警表示，你现在已经得到了卡巴的信任，一旦他知道你的身份是个卧底，你很清楚你的下场会是什么。毕竟卡巴很喜欢割掉背叛之人的脑袋。狱警告诉锦鲤自己调查了他的底细，知道他在芝加哥是位大人物，并且在那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。 他警告锦鲤不要想着耍什么花招，如果明天中午自己拿不到钱，他也不敢保证自己会做出点什么。Mr. Carter, yeah,
What if I can't lay my hands on him? Then what good are your hands? 由于害怕自己的身份暴露会惹来什么麻烦，无奈锦鲤只好答应了狱警的要求。在锦鲤愤怒的目光中，本集到此结束。我是以诺，我们下集再见。